我们要不在这吃晚饭？不什么了，实在不吃。不是我不吃，你们吃。你穿成这样怎么吃呢？啊，我刚逃婚呢，我。逃婚。是的，你要嫁给我吗？我们要不在这吃晚饭？不什么了，实在不吃。不是我不吃，你们吃。你穿成这样怎么吃呢？我刚逃婚呢，我逃婚可以的。